蔡权决定先或后，梅花战啊，一三五二四六，剪刀石头布。先还后？先好，先好不好？好。梅花战。第一棒谁？你第一棒，你第三棒，最后一棒。好，那红是第一棒，这个跟第几棒有什么差吗？当然有差，哇，这个有差。有差在哪里啊？布局的。红是站在这边，对。好，最少零，最多六。OK， 准备了，预备，开始。不想要败，我要赢，这就是自己人吃。三，差一点。不想要败，我要赢，这就是自己人吃。二，哎，很好，下一位。不想要败，我要赢，这就是自己人吃。四，哇，yes， yes， yes， 世界喊重是很难喊哎，靠近，来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，哎呀，加油，加油，杰哥，助攻吧！哎，大家都会玩的，不好玩的，来哦，预备，来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二，没有。哎呀，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一，哈哈哈哈哈！吃三亿，吃三亿，来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一，哎呀！好吃，加油！杰哥，预备，来！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一，耶！好厉害哦！好好玩的游戏啊！对呀，这个肚子肉哎，哎呦，怎么好意思啊，其实。终于吃到这么内涵了，用眼睛看就知道是肚子。你看着他肚子，跟詹姆斯学的。阿杰还有没有肚子？好嫩哦！鱼肉还鱼肉泡了这么久还嫩啊？好嫩！它就泡熟的，它根本没有加热。好吃，入口即化。坐在这儿吃的人不能只说好吃的，拜托，我们的节目本来就好吃，要说它为什么好吃，得说出个道理。没什么道理，没什么道理，好吃到没道理，对，掌声鼓励，谢谢阿吉师。我先示范一下，对吧？三，再撞个三出来，我们就吃三，喝三杯。咬丝喽！哈哈哈哎呦！五八，哎呦！八，八，三，三，收视长虹，谢谢。好，第二道我们从你开始。好。最少零，最多六。好。准备，开始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。开始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二。没有。下一位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。没有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。哦耶！加油！简哥，你可以的。开始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二。没有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二。没有，下一位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二，睡。到我这边来，你什么手啊？算下一位，开始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没有。耶。开始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一。听说这个那个奶便很大杯耶。对呀，我刚一换怎么换大杯子？哎呦，好可怜哦。而且那个球啊，八号搞不好会上来。有刺儿啊。好多刺啊。哎，不要说没提醒你啊。应该没有出过这样的乌龟鱼耶。而且我以为它炸那么久会老掉，可是没有哎，超嫩的。里面怎么那么软啊？
最后放的那个柠檬好重要，对，很重要。那个酸酸的，让它变得很耐吃。看起来好像很辣，吃起来不会那么辣。它不会，一点都不辣。嗯，看起来有点焦躁。算了，他教了半天还不是要喝奶，让他教啊。他刚刚就是给力昂太大压力，真的。玩这游戏不能有压力，真的。这样玩。教练要放轻松，教练很重要。对，讲得很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开，五。干杯！干杯！收视长虹啊！收视长虹！耶！是这个。一次比一次讲的有点可怜，开始带累了，越来越火爆了。可以，可以。预备，来！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三。再来一点，再来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二。都有默契，对，预备，来，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选之三，耶，耶，这么灵啊，开始，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选之二，没有，下一位，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选之二，哎呀，三人手里，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选之二。不要有压力。杰哥，秒杀秒杀！哎，现在该谁啊？该我吗？是你？我吗？可是，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一、七、哦，二比二，杰哥秒杀！我知道我刚才做错人了，哎，加油加油！别动了，哎，加油！杰哥准备，预备，来！我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的事，赢！好好吃哦！对啊，五次的超幸福。二，还好哎，不会很辣。对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而且花生加进去，脆脆的，好香，好吃。对，花生好香。嗯，粗粮好香哦，这些粗粮。我请特别琢磨在那个鱼肉的身上，因为花生香不该在鱼上。没有啊，它有提味的作用啊。平常吃虱目鱼。很平常啊，今天吃法不一样，就觉得那个花生啊能够带动这个鱼肉。你要加油哦。压力更大。那我们拍手吧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。走吧。八。六。六。哦，真的啊、哦！好，那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一个人喝三杯，你一个人喝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喝六杯呢？这样子是有六杯。说你们收视长虹。好，我帮你喝一杯啊。哦，对哦，不行。你喝了就改运，喝了就衰了。对对。哦，对哦。不想害你啊。我先呢，预备，来！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之二。奇怪，我们俩这么有默契。加油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加油！预备，来！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之三。哇，多人呢？四个。预备，来！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自己人是二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
会不会留我们三个？好巧，不会。这次才真的该你，知道吗？啊，预备，来，鼓掌！来，我要赢，这次是铁人之二。哎，我本来要举的。预备，来，鼓掌！来，我要赢，这次是铁人之一。哎呦，还好我有举住，对不对？预备，来。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是狮子铁人之二。耶！啊，错过那个了，是这里。有一个。哇！而且我们有两，而且我们有两棒，我没弄到也是你。预备，来！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是狮子铁人之一。耶！有没有帅？有没有帅？有。没有，再换我吗？又是你，换我，太错过机会了。预备，来，不想再来，我要赢，这次试试几人之一。耶！耶！我错了，我没有激动，没有激动，没有激动。我也没激动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好开心。又是螃蟹，又是虾，好 Q 哦！他真的冲熟了，他皮好厚啊，嗯，他皮什么？他肉好厚，他冲熟了，那个皮真的好 Q 哦，来吃看，好夸张哦，哇，好厚实，好 Q 软，厚实又 Q 软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要吃到，熟的刚刚好啊。哦，好好吃哦！那个汤里面，哇，你这个螃蟹满满蟹黄，好甜啊！我们喝奶吧。拜拜，手，谢谢，好幸福哦。好吧，我们三位先到后面。很好吃，好，这个汤也好好喝。准备来，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是四千四。是，我算很捧场了。我说上次很捧场，我赌有四个人没举手。没有举手的。准备来，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是四千四。二，哇，好厉害啊！三连三，哇天！我可以先走了，我先下班了。往左边靠一点。预备，第一位啊，力扬，预备，来，不想喝奶，不要赢，这是四十元，是一，四，四，哎呀，太棒了，你好哎，太棒了，哎，学到了呢，抓到诀窍了，预备，来，不想喝奶，不要赢，这是四十元，是二，没有，不想喝奶，不要赢，这是四十元，是二，没有，哎呀呀，阿祖阿姐，预备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四十元之一。好严重啊！好恐怖。这种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四十元之二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四十元之一。预备，来！不想喝奶，我要赢，这次是四十元之二。不想喝奶。这次是四十几人之二，没有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。这次是四十几人之二。预备，来。不想喝奶，我要赢。这次是四十几人之一。让你了。好谁？预备，来。这次是四十几人之没有。
cheese 香，配这个面包，哦耶，哦耶，这面包很香，好脆啊，心知满语。现在在家里吃的，在家里请客。嗯嗯，烫对不对？好香啊，鳗鱼是脆的耶，鳗鱼是脆的 ，Q Q 的，而且你刚刚一直说这个螺丝玛丽子，哎，这迷迭香有什么？迷迭香，迷迭香，味道很重哎。还是满足了一个老人家，这个好漂亮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皮哥哥，谢谢。我们目前跟那团体讲还是有缘的哦，还是有哦。我们有没有喝？我们没有忌奶。我们只要喝完，我们喝完就可以开始可以角逐这个礼盒哦，好不好？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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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当两多喝一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，你们多一杯啊，多一杯吗？对啊，四杯啊，我不能带，对。那你问什么？你问的，我以为你要喝嘞。那你关心什么呢？我当然是有的。谢谢简哥啊，简哥，不要了。快喝啦！就喝了，快点。我可以感觉出来，你真的是喝不下去了。真的很好喝，真的是喝不下。猜拳，比大比小。刘爷出来猜拳。那就决定比大比小，来。同时，同时来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。什么？剪刀石头。大还小？最难抉择就是。大。比大是。好。比大。好。你们先。你今天最衰对不对？七八七，我六就赢了，杰哥，六就赢了，杰哥加油，加油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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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勇敢十分礼盒，不要不要不要！耶耶耶！我要加油赢了！啊，好哎，都很小，哎，怎么都那么小啊？没有，连三球都输哎，连四球都输啊！哇，今天很高兴，我们最后得到了团体奖，整个全鱼大餐全鱼礼盒。来，今天有一个好事要送给大家啊！我们这出好戏即将接着我们狼王子，就在最后面要播出了，紧接着播出，它是剧名叫做《服侍者的微笑》。这个戏呢，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。啊，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在台视首播，然后每个礼拜六隔周在三立，在三立播出，礼拜六啊，所以呢双频道播出，绝对让大家呢不会有遗漏的遗憾。是的，啊，这福士德的微笑应该颇值得看的，他的微笑绝对不输蒙娜丽莎，是吗？好不好？非常好，甚至谢谢四位，谢谢，谢谢五大名厨，谢谢。祝全国喜欢看《服侍者微笑》的朋友，天天都幸福，天天笑吧，拜拜。